中华打爆菲国，明天争冠。经典赛资格赛，中华队昨天对上菲律宾队。虽然赛前菲国放话有八成的机会打赢中华队，不过中华队又在五局大爆发，一口气狂灌八分，七局上零去秋波再补进五分，而中华队投手群表现优异，全场只让菲律宾挤出一支安打，中场就以16-0七局扣倒菲律宾。刚归队的林奕泉就敲出两支二垒安打，包办五分打点。中华队明天将和菲律宾及纽西兰的胜队争夺冠军，动新闻爽啦报道。